常的熟悉，所以如果可以有民意代表作为政府跟大家之间沟通的桥梁，有时候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有服务的地方，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好像是大家的娘家都在东南亚其他那么远的地方，愿意把百合协会当作自己的娘家啊，当作自己有事情有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地方可以服务。所以这个精神我认为这么多年来都做得非常的成功。那啊罗斯啊，他也是来自菲律宾嘛，我们的这个理事长啊，他自己也来服务我们一样的新住民社，一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。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干部啊，主要都是我们啊新住民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表达啊，年度大会是年终，要跟大家说恭喜，也要跟大家报告哈、啊，如果有需要我们服务团队服务的地方，也不要客气，尽量来差遣啊，有任何的工作哈、啊，我们都可以来担任沟通的桥梁。现在因为我在参加市长的初选啊，要争取明年底代表民进党参选新北市的市长，所以。啊，跑新北市29区又比较忙，没有都只有在新庄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所以跟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应该是比例上有减少，请大家多多原谅哈、哦。那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报告，新北市长的初选是全民调的，如果有接到电话民调，表达说要支持5比2啊，这样我就得一分了，分数越高的人，最后就能够代表民进党出来参加明年度的新北市长的选举。小弟如果能够担任新北市长，绝对在我们新住民这一块啊，让大家能够更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啊工作可以来做，然后让大家更接近、更融入台湾社会，对大家绝对会有帮助啊。所以在这地方跟大家拜托，所以也表达啊对大家的请安之意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顺心如意，百合协会恢复长龙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感谢委员啊，委员主持说话。那个现在颁发那个关怀红包哈、哦，现在念到名字，麻烦请上台哈、哦。来，肥梦山，城市还不够，就是有亲戚朋友哈、哦，好兄弟啊，好姐妹啊，哦、都要帮忙宣传哈、哦。委员如果能够顺利的当上新北市长的话哈、哦，我相信在我们百合协会这一块绝对也会特别照顾哦。来，我再借用各位的双手哦，是不是再给哦立法委员吴秉睿一个温暖的掌声？哎，这样可能不够温暖啊哦，再感受一下。来，数到三再一次哦，1、2、3。我们说过了哈，刚刚有讲，我们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安排一系列精彩的表演。来，我们第一个表演的是，首先要为我们带来第一个节目呢，是我们的越南的传统服饰走秀。那我们等一下请这个表演者来准备一下。我们今天会表演的是越南的演唱的一首歌，那我们请那个钟奇隆先生。来，钟先生，你来一本。啊，保安你好。
今天唱什么歌？那个蓝牛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他们什么意思？梅罗斯，还有我们的副理事长黄秋兰，还有许多许多的组长，还有我们的家珍。除了这之外，还有很多他们的老公都来帮忙。过去从这个开始的时候，是我们的阿军跟阿文，刚才我们要举手一下，关了、啊，还陈建华，对这开始啊，看这边遐安尼大变。那不是讲我一个人做就行的，那是变作讲，这个人有心，这个人去做的。啊，我是变作讲吼，拄啊吼有迄个机会，啊，大家做滴，才有法度做一个会成的代志。啊，看到遮这么多这么多的新住民来帮忙，我非常谢谢他们。其实有很多的组长，还有方南，方南跟大家挥手一下。这个中国还有化成力等等，他捐出来很多，都很多人的帮忙，绝对不是一个人。然后我谢谢他们，谢谢村长，然后谢谢我们的物品队团队。我这边来感谢一下哈，如果物品队哈需要大家帮忙的时候，他也真心的帮了我们的新北市百合基金会许多许多的。这个过程中的服务太多了，哦，如果真的你们有这个机会，我们来也希望我们百合协会来回馈给他，来帮忙他，大家来互相帮忙做的好的事情。然后明年或今年已经快到了，快到年底，我除了说我们百合协会向会务系统之外，我们也来祝福明年各位哈。
一帆风顺，新加坡民生很健康，还有我们的百人协会会务参谋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第六年第三届。还有王守良，我的副理事长，我的执行长阿金，他是阿金。你要感谢我啊，我也是一路帮你帮到现在。对，我们理事长很客气啊，其实他有千言万语哈，只是没办法讲出来哈。我相信大家在心里都有感受到，每一个协会的成功哦，绝对不是一两个理事长。